而家有一隻叫做男性避孕藥啊！我哋生仔係啊！雖然係疫情，啲人係講話安全套係喺超市俾人搶曬啊！嗯，你啲朋友有冇問你有冇用多咗？我冇特別去問咯。Hello， 大家好，我係艾琪 ，Ike。咁今日咧亦都係一個品牌的故事。咁我哋係請到江本嘅負責人嚟到 Stanley。Hello， 我。每一日咧都有諗緊咧，有咩產品係會取代咗我哋咧？嗯，而家有一隻叫做男性避孕藥啊，俾我哋有討論啊。因為我係聽到呢樣嘢咧，第一個想法就係、是，咁遲啲可唔可以個科技發展到由男人去生仔咧？可以，我哋生仔係啊，因為等你哋感受一下女仔嘅痛苦啊嘛。好似咧為咗令啲男人可以感受女仔痛苦，之前是有出一些什麼經痛機定唔知生 BB， 等你知道原來是有幾不舒服到幾痛咯。我看過那些片啊，係話咧十級痛苦咧，啲人頂到第三四級已經頂唔順啊嘛。咁同埋女仔的受痛程度好像比男仔高啲嘅。啊，頂你哋叻啲嘅，你叻啲，同埋咧不過我覺得你打針咯，我覺得你放心嘅，都唔會影響到你哋生意嘅，因為咧我覺得男仔應該唔會咁聽話去食呢一個丸咯。啊，避孕丸，睇下佢有時發展到點樣啦，因為若果啲男仔驚。影響咗佢以後嘅生殖能力咧，都驚唔敢食咧。依啲不過我諗遲早有都會有，但我覺得嗰個普及度未必會咁高咯。十年八年之內咧，我哋發生過咧好多災難。你講嗰啲天災定係講緊你公司嘅災難？係天災就影響我哋公司㗎。但我覺得疫情是對你們做更好的業績的時光，因為之前是疫情，啲人係講話安全套是在超市被人搶曬啊！嗯，你啲朋友有冇問你有冇用多咗？我冇特別去問咯。可能一對情侶就真的多了相處時間，我都相信係呢件事都多了最初嗰陣時係有搶購的即係啲貨架咧冇曬貨。是可能擔心啲貨會唔會有可能運送方面冇咁容易嚟到。嗰度而家係影響緊嘅，全世界咩嘢貨都影響。同埋啲嘢變貴咗咯。我哋冇加價。雖然加價，冇加價，大家可以支持。但係我哋頂住，頂住冇加過一毫子冇加。2011年咧，日本大地震，嗰啲海嘯咧，係打落去福島嗰邊啊，成個核電廠咧，驚佢爆啊，驚佢爆，東京都地震啊，都周圍都地震，海嘯嗰邊啊嘛，印尼都有嘅。咁我哋廠點啊？我哋個廠就係喺福島對開啲，離開個核電廠都有200-300里嘅。但係我話嗰日我哋晏晝坐喺度話大地震啊，佢哋電話係咁聽。我哋個 office 嗰啲員工咧，坐咗喺 office 咧係唔走得噶啦。有啲走咗出去咧，佢哋嘗試翻屋企，因為地鐵全部冇曬，車冇曬，周街咧人咧好驚，喺度咧買酒飲。坐咗喺街度，係啦，可能我都會咁。你都係其中一個拎住支清酒去街邊度，唉，等我飲下飲陣先。香港，但係都有震過，但係都震。你諗下，即係咪好似世界末日咁樣嘛？咁如果香港地震應該會好驚咯，因為冇乜經歷過，你唔知點樣做。我諗淨係都係諗住揾啲嘢匿入去，可能會好啲咯。早排震過一次咯，但係嗰啲。我想你有陣時去旅行，唔知道你試過未？我有啊，我有個經歷係以前去台灣，跟住有一年中秋過去啦，跟住過到去嘅時候咧，我就同台灣朋友就喺個我哋打麻雀，跟住咧無啦啦就覺得好暈喎，我係咁以為自己啱啱落機暈機浪，跟住我就話同我啲 friend 講，喂唔係喎，真係好似唔係好舒服，唔知係咪暈機浪？跟住佢哋好冷靜，因為我啲台灣嚟嘅，冇啊，地震啫嘛，即係佢哋平常都係冇感覺㗎，已經覺得好小事咁樣咯。生產線。就梗係停曬啦！我應該係我記得我2011年嘅，公司泰國亦有一間廠嘅，即係其實兩邊嘅唔夠貨賣。泰國嗰度咧只不過係地震之後2年啫嘛，佢個大水浸，我哋嘅廠咧就喺嗰度啦，其中個地方，啲水咧就淹到2樓咁高，所有貨、所有機器冚唪唥浸曬。哇！咁即係全軍覆沒㗎啦，嗰啲機器。所以兩次嚟講咧。係令到我哋生產力咧係非常之影響嘅，失咗啲客啦，係嘛？其實啲客都同情你嘅，但係同情還同情，你都要俾貨佢㗎。你俾唔到佢賣第啲，係咯，係咪先？覺得係近期啲嘅打擊㗎啦。今次疫情咧就家家有求啦，雖然係梗係唔想啦，都唔知。
下次講啦。好啦，記得呢一個 like 啦、分享啦，同埋記得訂閱啦。咁我哋下集見啦，拜拜。拜。